来到了这个伊利的总部，在怡保这边呢，就要来给我们的金主爸爸拜年。没错，因为呢，伊利 Group 呢，赞助了跟我们的这次988的新人专辑配合非常好，所以今天呢，我们上面的拜访，那么来到伊利总部。没错，他是我们的策略伙伴，所以这一次呢，我们就来拜个早年啦，然后呢，要跟他们一起吃午餐的。等一下，您主持了吗？啊，对，我要去准备了，拜。